我能自己穿衣服。午睡结束，小朋友们该起床喽。谁说的？我当然会了，你看好了哦。快看，我头上有两个翅膀。啊！哇，你好棒呀！好酷呀，贝勒虎，你可以帮我穿吗？我也要。也帮帮我。没问题，都交给我吧。阿布，你要穿的衣服是什么？上衣和裙子。哦，可以这样穿。噔噔噔噔，完成了，好看吗？哇，真好看！轮到我了，轮到我了。完成。哇，好酷！我们也要。没问题。全部完成。哟吼！耶！走吧，我们去上课了。哎呦！大家都怎么了？杨老师，我的衣服太紧了。我站不起来了。我看不到了。你们都穿错了，让杨老师来教你们怎么穿衣服吧。好。穿衣服不是难题，首先找到答案，小脑袋慢慢钻进，呼啦钻出来，长袖子一边一个，左右胳膊伸进去，出来，衣服穿好啦。穿裤子不要着急，前面后面分清楚，小手要抓紧裤腰，两腿准备好，一条腿一个啪嗒，伸出裤腿露下脚，站起来提起裤子，盖好肚皮没烦恼。穿外套非常简单，老师有个小诀窍，双手抓外套，老师，快看，我们自己穿好衣服了，真棒！恭喜大家学会新技能。嘿嘿，我今天学会了一个新技能，那就是穿衣服。看好了，穿好了。嘿嘿，我很厉害吧？又学会了新本领呢。